台湾古早味菜谱一本，凹波饼饼或胡椒面包中文，胡椒饼拼音凹波饼饼 pat g e g h kyle， 字面意思是黑胡椒饼或饼前，是一种起源于福州的烤面包，中国福建省省会。它是一种在台湾很受欢迎的街头小吃，在台湾各地的夜市或迷你小吃摊都可以找到。常见的配料是面粉、水和用于外皮的发酵剂，以及用糖、酱油、白胡椒或黑胡椒腌制的肉蛋白，通常是猪肉或牛肉，以及用于内馅的葱。台湾胡椒饼的做法步骤：水、盐、酵母放入小碗中混合均匀，倒入150克面粉，用筷子搅拌成雪花状，加入8克猪油，用手将面团揉至光滑，把面团放入容器中，盖上保鲜膜，发酵30到40分钟，至面团是原来的 1.5 倍大。油酥材料混合，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，盖上保鲜膜，松弛20分钟。将两种面团分别分成8等份，每个油皮面团擀开，包裹一个油酥面团，收紧口，滚圆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将面团压扁，擀成椭圆形。卷起。盖上保鲜膜，松弛10分钟。再次压扁，擀成长条状，卷起。肉馅加入盐、酱油、胡椒粉、糖、香油拌匀，葱花放进另外一个小碗中备用。将松弛好的面团两端捏合在一起，用手压平，再擀成圆形。包入肉馅，一边用虎口整形，一边收口，收口处压平。滚圆，稍微压扁，表面先沾点水，然后蘸上黑芝麻，放入烤盘中。虽然会边吃边掉，可是好香的。将胡椒饼放入预热好的烤箱，用200度烤15分钟后，取出烤盘，转向再续烤15分钟。胡椒饼烤好时香气四溢，蜜糖水营造出的炭烧味真的很棒。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频道，按赞、点阅、加分享，谢谢。